爱就是要只问他，我要他，他就走不开，他就只能了放手，如果我赶他走。你把你阿姨给等来啊，你家表示一下。嗯，要表示啥？爸已经出院啊，阿弟甲阿公也搬回来啊，咱想些办法，甲妈请回来。啊，若无，那有算什么？阿纳达，快来看电视啊！那么想办法呢？别出头上嘴啊！你讲问我，你们看就好了。我看书，看书比看电视有价值多了。刚刚你无希望爸甲妈好好？哎，家太呢？无啦，啊都食饭饱哦，都话讲哦，上班偌忝，拄偌忝的。伊讲哦，今仔日休兵一天呐、啊。回房间去睡觉觉啊。哎呦，啊，即马即对阿婆打见面就冤家，啊，讲我那古妈就走去啊，啊是要哪符合？吃安眠药啦，不像林家泰嘛。嗯。无你想看吗？有啥物所在会当哦，分两个见面，妈阁无得走。嗯。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哎，主任，艾菲老师，有事吗？小事，小事。艾芬，来慢走哈，来。哎，林妈妈，学生姐，啥过啦？哈哈哈，歹势哦，过来等你插座啦。啊，是安尼啦吼，哎呀，我拄好有一个应酬啦，就是哦，要陪几个老朋友啊，带伊请教一寡哦，高中校长升等的问题啦。啊，所以哦，无便闯艾芬去。啊，佮惊艾芬哦，伫厝会伤无聊，所以哦，佮带艾芬来遮哦，佮你开讲啦。来来来，踮喺厝的吼，真正无聊啦。来来遮哦，较有伴啦。艾芬啊，来，坐看电视啦。主任，啊，你要考试？要做校长哦！啊，唐校长哦，陈主任你好棒哦，干嘛的呢？哎，这当然啦，人讲哦，做鸡都爱庆，做狼都爱病啊！我陈大器已经不是哦一个人保全家保，我现在还有亲爱的艾芬呢。为了艾芬，为了我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因为孔老夫子曾经说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哎、欸，对，所以我一定要更努力才对啦。爸，你穿查某囡仔的衫哦，咱哪拢无欢迎，所以我一定要当校长。这个牌子哦，是嘛？无欢迎。你叫是哪？领导都臭伊啦。早想要甲妈接电诶，搁再去买衫吼。嗯，反正没关系。那艾芬啊，你就留在这里啊，陪你妈妈看电视。哎，我事情一办完哦，我马上来接你哦。你要赶快，最起码哦，你这边回来哦。会的。嗯，你要乖乖的啊。再见。艾芬啊，陈主任很伟大呢，为了前途，为了老婆，为了家，这么努力啊。艾芬老师，阿林陈主任跟前姐叫你努力，叫你上进。艾芬啊，你敢有在甲信道？信伊一个车问道。哎，有教育主任有通做，都还偷笑安尼，搁想要讲做啥物校长哦？笑死啦！我是看你最近精神无啥好，当作我是上会议，这样好骗。艾芬老师，你是说陈主任在骗人？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扮猪吃老虎。啊，知影你要搁无甲突破，啊，搁陪演哦。我来领导，就是要看那个幕后的推手，是不是乖乖踮咧厝？人间仙境，没
美轮美奂。是惊到无代志，好你家在不是爱分哦，无我无死嘛，剩半条命哦。所以，那该不会我传回去的假照片被爱分看出破绽了吧？没错啊，鬼长厚厚啊！哈哈哈！怕个鬼嘞！哦，主任，你一定是那个色大胆小、怕狗咬、怕被老婆发现、怕被咔就地正法，对不对？不是啦，我是怕我来到这里，怕遇到熟人呐、啊，还拍谁啦？说真的，你有没有觉得这5000块花的够值得？有没有疯狂？有没有 happy 啊？啊？有没有？啊？陈主任，贾太，你知道吗？自从我跌入爱情的坟墓以后。我24小时被全天候的监控着，你知道我今天有多高兴？我多高兴，我今天能够来。谢谢你。不要亲我，要不要亲去到里头的 Angela？Angela， 动。臭小子，这么早睡觉就是为了要声东击西，想要找我的私房钱，哼，贼性难改。好，我就来给你个 surprise。搞买一罐这胃散来给我吃，多好啊啦！妈，胃疼，人讲去病院，医生看一下。唔免啦，哎呦，紧的啦，我人艰苦，紧买来给我吃一下就好啦，不要被叫这买就好啦。哦，傻瓜，你去把家太叫起来，妈胃痛成这个样子，他还睡得着？去！太生气啊！我先换一个。你实在哦。家太，起床啦！起床啦，佳太，妈妈好像生病呢。佳太，
小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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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出去玩，还好意思这样做？你知道你那个假头把你大头给吓坏了吗？什么？笑笑笑笑笑！你还笑了出来？哎呦，林家老师，事情有这么严重吗？再说我又不是头一次耍这种小把戏偷溜出去玩，对不对？关系就好啦。而且啊，我还不是怕我们老妈你唠唠叨叨碎碎念。 不然出去玩就出去玩嘛，我干嘛那么费尽心机大费周章？哎呦，你还真孝顺呢，一心素用啊！出去玩还可以想到妈，你知道妈生病了？不知道，妈怎么了？我先去买药，买完药回来我再跟你算账。哥，妈要不要紧啊？ 现在就要以暴制暴，以头制头。大嫂，那你干嘛用拖鞋 K 我嘞？而且骂人的时候，请用我听得懂的中文，不要用日本话骂我。妈，你是在骂啥啦？你是安怎？你不要进门啊！哎呦，用家人骗讲你伫眠床困，啊，走出去外口佚佗，啊，这种傲博手你也用得出来？ 跟格林阿嫂，迄死你啦！伊真正叫你惊着呢。大嫂，是嘛事？我下次不敢了。妈，你是有要紧无啦？哈，安怎啦？哎呦，免你假好心啦。傻姑啦，我拄则把这四斤那些宵夜吼，给丢掉了。嗨，哎，丢掉，好浪费呢。啊，我自己吃掉好了。 妈，我甲讲你让无爽快，你是安怎啊？安怎啊？家太啊，你什么时阵才会大汉？你已经二十七岁啊，什么时阵哦才要让我替你做老母的替你操烦？我哪有安怎啦？妈，你放心啦，我就好个啊。放心。啊，那有一天我走啊，你搁这尼啊唔正经。 叫我，叫我哪有啥物病，去给你死去老爸。妈，你无代无志，讲这种啦。啥物叫无代无志？我当我几岁人，是有法度搁吃几年，我早晚哦。别，妈，你莫讲这种歹计条代志。哦，你哦，莫来这套。哦，干那奶奶哦。 讲好听话，迄无效，家己哦，都爱较坚定，较打拼。莫阁予我一个做老母的，伫替你烦恼，知无？我知。妈，你安怎？你安怎啦？无啥物啦，啊，都胃做啦，我已经叫你奶爷去买药啊，我礼拜倒一下就好啦。 妈，哎呦，我跟你讲，不要紧啦，听无？什么？
妈的胃还是不舒服啊？啊，好，傻姑娘，我跟你讲，这次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叫雪珍姐陪着你一块带着妈到医院去看，啊。哪家医院啊？傻姑娘，我先查一下，然后挂完号之后，我再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啊，记住，这次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带妈到医院去做个检查，而且要彻底检查。 不要被妈的话给拖下去了，就是不要顺着她的意思啦，一定要带她到医院去，懂不懂？好，再见。哪一家医院挂号啊？哎，这真的是你昨天晚上去老同学家谈事情的时候，在人家家里拍的。对呀，你看，这是在书房有没有？啊，这是我两个同学有没有？这书啊，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事先拍好传过来糊弄我的？拿出证据。真想让你注意看。哎，真是那个手机应该可以上网查一查。哎，艾文老师啊，你这个手机借我查一下好不好？我帮你妈想挂个号在医院。啊，好，来来来，我先去用。哎，林老师，哎，帮我跟林妈妈问好了啊。好好好，电话给上你的。喂，这么小气，你还真成大气耶。 哎，对了对了，你还没有跟我交代清楚，昨天晚上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婆，你给我一点点面子好不好？昨天晚上我也不好意思让我两个老同学让他们知道说我随时随地还要打电话跟老婆报备，这样子我很丢脸。丢什么脸？丢脸总强过不要脸。 恁家囡仔吼，拢足爱小题大做啦，啊，都甲恁讲吼，微小看做做念念，都硬要叫我去病院看医生，我一大堆的代志还袂做呢。哦，太太，啊，都甲你讲你的工课哦，我甲傻姑奶甲你斗做，恁的脉会软，细细粒嘛。对呀，妈，吃医生的药一定比你吃那个扁扁的梅牛啊还好，喂，很快就不会痛啦。 不然看到你痛的样子，我更加一直很痛苦呢，哭得好像苦海如行流一样。虽然我睡眠啊，傻姑娘，哦，你真正有顾得一看伤济哦。太太，你甲看啦，好心媳妇吼，这么关心你，敢讲你真正要看伊痛苦？哦，恁比我搁较敖讲，行行行行，哦。 我已经要听起来，我就讲吼，咱吼有当时啊，啊小可代志吼，都无需要迄啰，对不？